好啦不好啦，奥特曼和怪兽打起来了。姐姐，这个怪兽怎么这么厉害呀？奥特曼好像打不过他呀，这下麻烦了。哈哈哈，奥特曼终于被我打败了。这个奥特曼也太弱了吧，直接被我打回了原形。原来奥特曼的原形是一个蛋呀，看起来好美味的样子，那么我就把这个蛋给吃了吧。哈哈哈，两只小猪你们看见了吧，连奥特曼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看还有谁能来救你们。佩奇，完了完了，连奥特曼都被打回了原形，蛋也被怪兽给吃了，这只怪兽也太厉害了吧。姐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是呀是呀，这下可没人来救我们和奥特曼了，除非有人用奥特曼的照片和光之能量向光之国求助，召唤出更多更强的奥特曼，才能打败怪兽，救出我们和被怪兽吃了的蛋。佩奇乔治，你们不要怕，要相信光，我们来了。乔治，是赛罗奥特曼和他的兄弟们，真是太棒了。怪兽，一个奥特曼被打回了原形，我们还有很多奥特曼兄弟呢。怪兽，看你往哪里跑，快点交出我们的奥特曼兄弟。糟糕，怎么突然来了那么多奥特曼呀，这可怎么打得过呀，我得赶快跑呀。还想跑，看招。赛，奥特曼终于消灭了怪兽，赛罗奥特曼，这就是被打回原形的奥特曼蛋，他为了救我们才会变成这样的，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呀。佩奇，请你放心，我们是不会抛下自己的兄弟的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光之国，收集到足够多的光之能量，就可以让他恢复了。我们走了，再见。乔治，乔治，糟糕了，我们好像忘记让奥特曼帮我们放下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，我们还被困在这里呀。啊，奥特曼也是的，只忙着打怪兽，却忘记救我们下来。